跟我谈谈吧，大叔。是我错了，他明明也表示自己的辛苦都是我不好，让他变成了怪物，我还能再次回到那一天吗？你来不及了，你那时候不是很迫切吗？错过的命运也是自己的命运，祝他幸福吧。2006年，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到12点，Dr. Joe森田药妆认识的妻子。